比如找一个潮境公园好了，潮境公园，那我们可以用 Google 的方式去找到 Google 地图哈。那上礼拜的部分呢，我就是也有把它放到部落格里面因为上礼拜这礼拜刚好去了一趟香港所以就刚好班机误点所以就把我上课的东西把它 po 到那个部落格上面，所以上礼拜的部分在这边可以看到，我这边有一个叫简易的在 App 上面加地图。那其实在 App 上面加地图其实如果说是用那个比如说 Java 的方式开发了是非常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用这个这个我们用PhoneGap 来做哇，那简单太多了。要秀出地图这件事情两个技术实在是相差太大了。那用这个方法真的简单多了。只是说呢，虽然简单，但是还是有一些细节，如果你没注意到的话，很容易就会出现错误。那例如比如说我今天要以某一个景点为中心的话，类似像这样子，那我这边的话呢，当然第一个你要先找出经纬度。那找经纬度的方式的话，你可以利用 Google 地图你搜寻到之后按右键这边最下面有个什么，这里有什么，有没有，就这个画面然后你就可以怎么样呢，去这里有什么之后你就可以去把它找到，就是点下去之后它这边有个经纬度，你就可以利用那个经纬度查出你要的这个景点的位置 OK 那所以你可以这个地方我后面练习，请各位自行找大概3到5个景点，反正就是做一个清单这样练习 OK。 那再来我们要怎么样把那个就是地图放上去在我们的画面上，那我们当然简单一个页面比如说在 Home 好了，比如说 Home 上面就加一个特别注意你要怎么样可以把地图放上去，特别注意 地图放上去之前请各位一定要增加一个所谓的 DIV， 这个 DIV 呢它的名称一定要给它我比如说我们这边名称叫做Map 底线 DIV， 那也就是说在这个 content 在这个内容里面会有一个 DIV 的一个什么的一个版型，类似一个框框，那里面就是我们将来要显示地图的位置那只是说这个框框呢你必须要设定一些相关的什么 CSS， 所以这个框框里面假设说我们地图放进来地图将来载进来之后的话，那我要长什么样子，比如说呢它的宽跟高还有它的比如说我还有在讲那个方框有没有它的外框，那这个部分要怎么设定，这里就牵涉到所谓的 CSS 样式。其实 CSS 样式也非常的重要，如果你对 CSS 样式不熟悉的话恐怕做网页，其实早期是在网页啦，只是说这个概念延伸到 App 的制作，假如你对这部分不熟悉的话一定要多多练习 OK。 那它只是做什么呢，帮你做一个比如说版型的一个样式的改变，就是 CSS 样式OK。 那里面的话做哪些事情呢，其实我都有截图有没有，下一个图这边的话有没有新增一个 CSS 样式，这个地方的话 CSS 样式特别注意我这边有框起来就是加一个样式一定要是 ID 其实你只要照